谢谢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吃早餐，然后就开始上课，然后上课途中就一阵晕眩，就是说老师等一下我要想要休息一下，就没想到就断电。对，是大家记得要吃早餐，至少吃早餐很重要。好，欢迎安娜。为 Winter Collection 的单品还有服装，让还没有办法出国的朋友们都可以先感受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请 Hannah 再看一下中间，穿怎么样还是可以时尚，又不会显得很笨重，有没有一些字词跟大家分享？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上宽下载。上宽，像你现在这样。对，上宽下载。是一个我觉得看起来比较不会臃肿，同时又可以很温暖。因为我个人是觉得透外套是非常好用嘛，但你同时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要身形很纤细的。对对对，然后所以我觉得上宽下来是一个我觉得冬天穿衣服很重要的。现在头还好吗？现在好多了，谢谢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吃早餐，然后就开始上课，然后上课途中就一阵晕眩，就是说老师等一下我要想要休息一下，就没想到就断电。对，那当下是吓坏了家人，当下那个情况。当下其实我其实不太清楚，但是我起床的时候对吧，家人都在旁边。现在之后身体好。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对，现在很正常，现在是正常人。有记得吃早餐吗？对，我现在很注重早餐，想说要不要把面包放在床头柜。对，那时候是撞到哪头的？后脑勺。好、嗯。对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吃早餐，至少吃早餐很重要。对。我觉得他蛮好，就他会设闹钟，然后定期。会起来看看我还好吗？这样，我觉得这个蛮贴心的。对。那小朋友嘞？小朋友有没有做什么？他们应该有停下来。没有小，我们没有跟小朋友特别讲这件事情，怕他们会想太多。来视线这里哦。视线这边中间。视线往中间。看向中间。照顾一下。啊？今天怎么没来住这里？对，因为他平常他都比较晚睡，要因为我们当然还会有一个时机会让他大家跟大家一起来碰面一下，那他想下一次大家就要来了，因为最主要其实讲老实话，我们台中还有一次的这个首映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把他现在来，怕大家不去台中了，我们就来。但是我不是开快车，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有去，我们是去哪里训练？开 go kart。对，因为导演有先让我们训练一下，让我们训练我们心里的胆量，然后一直去赛车。然后当时其实我有点紧张，我就说，那最快最快，如果真的撞出去我会怎么样？他说没事，你就会撞到旁边的那些轮胎，就这样而已。我说哦好。然后有时候在直线会好胜心，就想要在最后一刻再刹车，然后再转进去，然后就激起我就是对赛车的兴趣。自己就下去，因为我想要玩看看，然后就下去玩，然后我就很正常的这样慢慢看。然后我开完了以后咧，然后突然为什么听到一个甩尾的声音，结果大家就吓到了，转过去看是Hanna，哇，就他就直接超 man 的，对对对，然后就对啊，很 man。那没有被激起？我觉得多，我觉得突然就怂掉。会哦，哎，我觉得哭到生气对我来说比较难，哭比较相对简单一点，对，哭生气这个我觉得。自己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，对。因为我自己个人私底下是生气到一个点，一定就是哭。不知道女生是不是都这样，就是你要 hold 住自己，不要哭，但是要很生气。其实那有点那个点很难拿捏，对。哭的反而很快，我觉得哭是与生俱来，出生就在哭。每一次每一出戏的表演，我们都是
像第一次在拍戏一样，当然很多东西是感觉是更熟悉的，但是在对戏的时候我还是保持那种，因为我们在其实在拍摄的时候希望的都是一种真实的感觉，所以不会太多预设的立场跟预设的期待，所以心里都是放最空的，然后去跟对方去对戏，对啊，所以根据我跟他们几个人的这个对戏情况，都觉得他们是很自然，然后很真诚的演出，以至于我自己的反应也会是很真诚、很自然。对，但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感觉，可能导演他们在剪辑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问题，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片子的样子，我觉得就是今天感觉太棒了，就一切都很棒。